原标题淮海战役中解放军最有杀伤力的一块标语居然与政治军事都无关。1948年冬，国民党杜聿明、邱清泉等率领几十万大军被解放军包围在陈官庄一带，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甚至连老天爷都与他们过不去。寒冬加上纷飞大雪，空中能见度极低，连飞机都无法起飞空投。陈官庄包围圈越缩越紧，国军的阵地越来越小，村里老百姓家中的门窗烧光，地下的棺材被挖出来烧掉，没粮食，官兵把骡马杀了，抢老百姓家的牲口杀了，最后连地上的青苗树皮都吃光，甚至有的不得不吃起了陈年的麦杆子。粮食是包围圈中最宝贵的东西，为了抢夺空投粮食，国军自相残杀。72军少尉李丰年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去抢米，我连上刺刀的士兵，掩护徒手的士兵，到包围圈内的临时机场抢空投大米，机场早围满了人，每连每营每团都要派出三分之二的士兵来抢米，飞机掠过上空，米袋纷纷落下，地面抢粮的人乱了，机枪冲锋枪响了，子弹从耳边穿过，甚至互相拼上了刺刀，人们因饥饿而成了疯狂的强盗，要是有人抢到一包米，立即有数百人围上去向他抢，国军几乎都疯了。可是对阵的解放军战士叮当叮当敲着饭碗，对着咫尺之外的国军唱起了数来宝，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了慌，三天不吃见阎王。这样的数来宝一唱，让饥肠辘辘的国军更加忍耐不住了。一个下午，几个解放军战士正在大声唱数来宝，忽然前面传来瑟瑟响声，抬起头一看，原来是几个饿了已经走不动路的敌兵爬过来投降了。战士们立即把他们接过来，从干粮袋里摸出白面馍馍油饼递过去，这几个敌兵顾不得满手泥土，抓过来就啃。随即解放军阵地上竖起了一块大浮标语牌，蒋军弟兄们快过来吧，我们这里有白米饭红烧肉。结果连解放军官兵自己都没有料到，这个标语一亮，对面马上先有整班，接着整排整连，后来是整营的敌兵跑过来投诚了。第二天，华捷某部战士宰了一头大肥猪送到前沿，敌兵不知多久没见过猪肉了，非常高兴，几个人跑过来拖回去，掰开肚子一看，里面塞满了宣传品，结果他们吃完猪肉抹抹嘴，口袋里装着宣传品，晚上悄悄爬过来了。在淮海战役中，这块大浮标语牌一直竖立着，成为了招纳国军投诚的最具杀伤力的武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